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！我这两天看粉丝发现我们已经突破1000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，我点了一个小蛋糕，我们庆祝一下。这是一个九宫格的蛋糕，给我们一个一个的吃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波波杯，奥利奥的，然后有一个酸奶麻花。我很喜欢。奥利奥的波波杯，我感觉奥利奥真的是配啥子都好吃。摘脱了，我开始吃。看这个嘛，都可以抠下来。看我今天可以吃好多个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再次感谢各位粉丝的点赞评论，感谢各位。